小天王孙凯妮，咱的新金一方八千杯，再来感谢咱的亲友，对咱小天王孙凯妮，小金一方三千块，非常感谢咱另外的亲友，以及咱亲友哈，对咱天小天王孙凯妮的支持一个爱好，而且收你这个红，和你荣华富贵是世人，所以讲赌一挥啊！我阿爹叫做杜世华，我阿娘叫刘翠仙。会用说讲，阮厝内面一家伙仔真和谐。虽然讲阮老爸老母哪生我一个尔，也毋过阮大家感情拢足好个哦。啊，若讲到这個，甲恁讲一个更加趣味个。通常啦，就是讲，若一间厝内面拢是老爸较严格吼，对无？啊，老母就较温顺，对无？就贤妻良母。我毋是讲阮老母无贤妻良母啦，就是讲阮老母吼。伊比较甲人啊无共款，我诶厝内面，啥物大大细细诶代志，通常阮拢老母咧做主诶啦。啊，若阮老母讲一声吼，我甲阮老爸两个人咧徛伫身躯边，踮只只听伊骂，听伊念啦。从来毋捌看过阮老爸讲生气生出安怎，迄个性实在有够好诶咧。啊，无论讲吼，阮老母偌尔啊受气啊，甲骂甲偌歹听啦。伊就失嘞失嘞，想想阮老母嘛介不可怜啊，因为人阮小妹爱有对手啊，对无？伊才我都发挥啊。也毋过阮老爸甲阮老母咧冤家的时阵，阮老爸就一直认错，一直认错。阮老母拢未发挥着，伊都无靠背啊。也毋过嘛是有影嘞，所以阮一家伙的感情哦，先讲真正，足侪人在咧欣羡嘞。啊，若讲着我一挥啊，虽然讲我即马无啥物大作为啦，也毋过。代表我阁少年的呀吼，我的时间也阁足多，我阁有足多的代志，用一看要做啥去做选择。我有一个女朋友，阮女朋友叫做玉芳，对哦。现在阮玉芳生做外面啊水，阁高枝西奈开阁好，我就希望讲赶紧的早一日甲伊娶倒转来做某，也唔过啊。阮老母伊管唔知要安怎过呢？虽然阮老母嘛会催讲叫我娶某。啊，不过伊拢讲哦，叫我莫伤害国家幼苗。伊讲我若无心要共娶的话哦，叫我莫查甫人出一支嘴呢。啊，我所以讲我真体谅人，我到底是要甲娶，唔爱甲娶嘛唔知。啊，感情阁足歹讲。万一我若做伙一阵嘛，阮即摆看的拢对方的优点。万一我若知影对方的缺点了后，相爱容易相处难。嫁娶是遐尔简单的代志吗？虽然是一张纸的代志，要讲要负责的是一世人的，所以爱想我清楚，我伊慢慢仔来啦。伊拢一讲讲，甲我催婚催婚，啊，迄以后我阁讲好。今仔日上较重要的代志，我要来去大厅，我阁讲着这吼，我还反正甲伊们讲，我少年家啊呢，我要出门，我得拢爱去阮老母面头前，妈妈十块呢，我要甲女朋友去约会啊，我得爱阁伸手甲摕钱呢。我无想去大厅，我甲阮玉芳啊，出去外口是要食土哟。好啦，来到遐，互伊甲我细细念几句，我都有钱通客，来大厅。